哎，老婆，你又在干啥呢？你啊，摘辣椒啊？摘辣椒，对呀、啊，摘啥辣椒啊？我这个叫捡漏，人家都不要了。捡漏，这不是你种了就不要乱捡，这个人家不要了。不是你家地你就不要乱捡，这别人家地里面你管人家的要不要呢？那人家不要我就要呗。那人家地里面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要啊？人家要的话，人家会打理的。打理，那人家忙不过来呗。忙啥？这一小块，人家要，人家都会来打的，干不干要净总净。是捡漏捡漏的好吗？我说你这个人啊，就真的捡漏啊！这是人家地里面的，人家种的辣椒，是吧？人家最后一批还没来拿而已嘛。最后一批，你看那么都没有啦。这一片都是人家地啊，人家自己种的，人家要吃的。人家不要啦，不要，你也不要乱拿呀！不要那在这里也是浪费呀、啊，你非得要让人家骂你说啊，我还要啊！你别要，你再停嘛啊！对呀、啊，对呀，像你这种人，我觉得好丢脸啊！丢啥脸呢？都不用花钱，你看我这是省钱了。省钱，一你应天该天烧的。高香了，找这种老婆这么会过日子，来帮我拿放车上的袋子。还放车上的袋子。赶紧的，里面还有呢，我手拿不走了。了，还要什么要？你看，又得一顿了，得一顿，青椒炒肉我呢。不要。你不要，对呀、我都摘了，啊，你栽了，烦死了，你这你人。这又不是你自己种的辣椒，你来捡漏捡漏。人家不要了，不要的话，在地里面也会烂，还不如拿去给我吃。哼，我哪知道你这个人就是爱捡漏的很，免退东西。哈，见到了走都走不开呀！哎，谁走得开呀？哦，见到任何免费的都想要，你以为真的是免费啊？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我告诉你，免费的才是最贵的，你要知道这个，知道不？啥免费最贵的？本来呀，人家抓到你了，人家得让你罚款的，罚啥呀？农村真的不要了这种。你不要呗。人家那是没时间来拿，没时间来拿，少给我来捡漏捡漏这种东西一点，我就烦得喜很，欢捡漏。我烦得很。人家不要我才要啊，我又不是偷。人家辣椒这个一斤才多少钱嘛？啊，就两三块钱，你想吃的话去菜市场那买两三块钱就够了。这个比那里好吃，自己种的。哪里比那里好吃啊？人菜家市菜场市还场不那是？种打农药，你看这种长在沼堆里面都好啊。菜市场的还不是从农村里面拿去卖的，那我也想吃自己摘的，是自己摘的，那种才你为了香。省这两三块钱，到时候被人家罚几百块钱你。怎么会罚呢？这个人家都不要了，你这人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？说你这人人家真要是。的话，人家会打理得很干净。这个季节都过季了，都不是辣椒的季节了。走，别要拿了。还有走呢？走走走，回家了。还有，有都不要拿了，我要真得的一，是。我要拿就要拿到一顿嘛，要不要了，够上车，吃一顿。上车。真的是什么女人呢、啊？